回的选举的这个风潮啊，哎呀，选举那简直是波涛汹涌啊！哎呦，我们这个时候更需要把欢乐跟我们的岗位上的责任要做到好。没错，没错，要加油，加油，加油啊！念云一定要加油，嗯，飞哥，还有啊，我说念云怎么缩水的，把我吓一跳。大马青年吴启贤，哎呦。不见，哎，你心只想着回来上你的节目啊？真的吗？你知道上你节目很难呢。我们在找你找了这半年找不到人了。哪有？你看，我要等到康康走了，聂云走了，我才能站这个位置。你看多难！哎呦，林俊啊，聂云什么时候走？哎呦，好久没看到了。哎呦，对对对，你们两个人应该交情非常好了。好好的不得了，很好。嗯，好，几乎都没有联络。因为什么？他老婆是我在台湾第一支 MTV 的女主角。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真的，他老婆是我一的第一个老婆。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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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大乱了，真的是不是？哎，飞哥，我现在的夫人也很好啊。哎呦，那当然，少夫人还有话说吗？对对对，天下第一大贤人。是是，哎，什么叫大贤人？大贤人就是巫启贤的人呐。需要你考我的反应，对呀，你就是第一大贤干呢，贤干，对，阿贤的女儿的干爹，哎呦，吓我一跳，哎呀，我以为你说我是已经快要变咸鱼干，咸鱼干了，他的女儿，我是他女儿的干爹，哎呦，真的，指腹为爹的，哎，指腹为爹，还没生出来就指了他。哎，对，我说，哎，你太太这个孩子生出来，我就是他第一个干爹。哎呦，没错，今天要把责任的工作岗位要弄好，一定要，不能开玩笑，好吧？是是是，到现在跟领带都混不到，你这是搞死？不是不是，我把我这个借给你。哎，你有领带吗？现在如果打领带就老气了，对对对，老了嘛，对不对？还是像你这样，当然，你以为是孔锵吗？你怎么有领带啊？你搞不清楚，他就靠那条领带的，你还是对对对对对对。哎，我觉得他好像比聂云好用。哎呦，嗯，真的吗？真的吗？真的，真哎，嗯，谢谢。录影费再谈啊，节目费好谈嘛。好的好的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啊，非常精彩了。嗯，我们现在来介绍的这一位呢，是来自俄罗斯的美女。哎呦，来 ，Margaret， Margaret。你好，又来了俄罗斯。白俄罗斯的美女，讲国语啊？开玩笑，我们这个节目是国际化。哦，哎，上我们节目的人是来自各种民族的朋友。没错，没错，没错。哎，你好。你好，哎，而且呢，他来台湾以后，我的跟他的感情呢，一直不断的呢在进步，哎，真的吗？哎呦，别的话他听不太懂，这种话他听得很清楚，一定听得懂啊，很没有给我面子呢。我告诉你，就算是假的，你也要说真的，要给面子，这是台湾，哎，明白吗？没关系，你接不下去没有问题的。飞哥问第二个问题，跟他没关系。我现在也有一点怀念这个聂云，是不是？因为聂云很少会把场子弄得很冷，真的吗？不是不是，没有我怎么显得出你的高呢？哎呀，真的吗？哎呀，考你一下，俄罗斯的国家，哎，最著名的东西是什么呢？俄罗斯啊，哎，好，北极熊。啊，不对，聂云啊，哎，聂云，聂云，到底对不对嘛？你说嘛。其实没错，阿拉斯加，哎，等一下，他说没错，哎呦，他说没错，哦，北极熊对不对？没错，哎呦，你看笑我，你笑我，你再笑一次，你再笑，你说要看俄罗斯，俄罗斯用俄罗斯为名字的，其实啊，俄罗斯像俄罗斯方块，哎呦，掌声鼓励一下，嗯，厉害，俄罗斯方块。还有还有还有什么？俄罗斯轮胎，哎呦，那个开枪有没有？哎呦，掌声啊啊！对啊，他们那个叫俄罗斯轮胎，俄罗斯，对对不对？对对，你笑我啊？也对啊。他那个锁轮枪里面摆一个子弹，对。哎，有没有？你有读过这个吗？没有。啊，没有，那很恐怖了，非常可怕啊。嗯。然后还有，还有俄罗斯最出名的产。这食品有什么？你说，食品，你是吃的东西，吃的，喝的啦，喝的 vodka， vodka，
哇嘎酒是俄罗斯非常伏加特酒，伏特加。我让你笑我一次，没关系，你笑我一下。伏特加。好了，今天的历史课就上到这边。哎，接下来是我们上本土的课了。哦哟，好，那你们两位先休息一下。好的，我要单独跟他授课，请方便啊。请方便，我还是上厕所。你好，你好。刚才是上历史课，现在上台语课了。台语课。上次跟我合唱一个，那是国语歌，选择唱得很好。今天有没有一个台语歌验收一下？飞哥，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跟我唱歌？我唱的不好听。站不好，站好就好。我以后很丢脸，我的那个我的朋友看那个你的节目就说，哎呦，你下次不要再唱，你知道吗？你怕什么？我说我也没办法。我们这里有玉芳，你还怕唱歌吗？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有不同的味道。雪中红艳收下来，掌声鼓励鼓励。金呀红，哎，是我的。你怎么老是跟我抢？哎呦，上次也是这样跟我抢。对。我上次就跟你说，红色的是女生唱的。红的是女生的。哦，好，那你先唱，对不对？哦。好，对不起，对不起。是不是故意？你是讲什么东西啊？唱歌前奏下去了，你还在那边聊天呢？啊？没有，那边很清楚，红色的牛，对不对？牛，这里有一头牛，不能扭，舌头不要卷上来。你看这样，啊，如果牛是牛，哎呦，这个很重要。来，女，哎，牛，不标准吗？很标准的牛。同学们说很标准，继续。继续，不能继续，继续。秀是俄罗斯轮盘，这样。秀不是秀。飞哥，你教我这样子，我的那个国语。没办法越来越好，没办法进步，你知道吗？你现在说这个，你现在开始说不懂的事情，对不对？我这个就忘记，忘掉，又来了。没有啊，飞哥，这个发音是在。纠正你正确的发音哦，旺是旺才是旺，哎，旺还可以纠正别人哦。哎，现在我们要不要唱了？可以唱了吧 ？OK， 可以。来，好，哎，声音大声一点没关系。OK， 不要怕。天也红红好醉人。既然已分开，何必搁讲起？我头只有加添心虚味。为你，我心沉重，阿母感动。
一句是“鸡乌咪刷丢啊”。喂，你疯了！经过这个检定考试以后，你还不错。你呢？下学期开始编到玉芳那一班。掌声给他鼓励一下。谢谢。年纪很轻，我跟你讲，不要想不开就做不好的示范，知道吗？两边都弄成这样子干什么呢？爱情算什么嘛？啊？没办法。我就跟你讲，俄罗斯的男人是不能相信的。现在搞成这样吧，在台湾就找个台湾男人就好了，男人。男人。就是为了台湾的男人。哎呀，这个哪一个呢？啊？跟你讲。我不告诉你。还是跟我讲一下，我可以替你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嘛？啊？你真的爱他吗？不知道。你怎么会？你跟人相处这么久，你还不知道爱不爱他？你这，啊？因为我们的关系很复杂。非常的复杂。嗯。他有没有家庭啊？有啊。有家庭？有，他有男女有太太吗？他有男朋友。啊，是他有男朋友还是他有男朋友？玛格丽特的他究竟是男是女？耐人寻味的答案马上回来揭晓哦。玛格丽特要表演平衡木，正在战战兢兢的暖身，众人赞叹高难度表演时，突然吹牛，你在吹牛吗？下一穿这个衣服上就赢了。不行了，这衣服不行，就赢了。那换泳装好不好？夏老师上可以，要带一个救生圈。那还是说您想换一下平，干脆走平衡棍算了。您要，哎，您要哪一个？来人呐，换泳衣呀！哎呦，Pop女王黄小琥接受现场点唱，钞票要先上。就把两千块，两千块简直是侮辱我嘛！侮辱我，侮辱穆奇，哦，穆奇，以后要拿那个20张青色的上来，20张青色的，哎呦，俺们的满口价也是，哎呦。您的痘发在脸上，我痘发在大腿这附近。我是讲真，也就是咱们本土讲的海边附近。海边？海边？哎，真的，真的是真的。还有什么边？靠边？靠边的话，这地方叫靠腰。靠腰？哦。哎，是吗？是。那这样，又在耍我。那这样，那后面这边不就靠背？靠背啊，不对吗？靠腰，靠背。精彩内容马上就来。综艺大哥大，你真的爱他吗？不知道。你怎么会？你跟人相处这么久，你还不知道爱不爱他？你这，啊？因为我们的关系很复杂，非常的复杂。嗯，他有没有家庭啊？他有男朋友。哎，你还真会编故事啊！好了，今天我们玛格丽特要表演，跟这个手，他那是受伤了，因为那个平衡木啊，从上面常常摔下来，很危险。你要特别注意，好吧？等一下要表演平衡木，对不对？对，好，先去换一下衣服啊。玛格丽特虽然有水上芭蕾舞者的背景，为了这次平衡木的表演，完全吃足了苦头，摔下来数十次，惊险画面不断。马上来验收她辛苦练习的成绩。哎呦，
没有关系，来来来啊，不要客气哈。真的吗？真的真的，我这个里面是有放这个，有一点药在里面的。有救吗？有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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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酒。哦，酒啦。就是喝酒的酒。哦，这个是不含酒精的。他还要教我们讲国语。那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好，加给他加油一下。真的很感动，感动，嗯，就觉得啊，你真的，你这个俄罗斯的女孩子太好了，俄罗斯，嗯，怎么变成说白俄罗斯？我自己已经不清楚了。好了，掌声给我们，谢谢，好，谢谢，加一件大衣啊。接下来介绍的这一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踏步女王啊！哎呀，哎呦，不是超短呀，谁？蔡小虎。哎呀，蔡小虎是卖猪肉的，我信讲错。那个是闽南语歌王，没有讲错有什么关系？有一次黄小虎碰到我还叫我飞姐，害我差一点去卖电锅啊！哎呦，来一块来欢迎这位女王黄小虎。飞姐你好。哎呀，大家要说我这个锅子，那不是好的，开玩笑，我的锅子好卖了。是啊，是啊，是啊。啊，跟大家问候一下，来，两位主持人，各位现场的来宾，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人家说好的东西啊，就是历久而弥新啊。哎，那不是开玩笑的，真的。谢谢飞姐，飞哥，飞哥啊，声音富有磁性，哎，很好听。很率性的这种感觉，哎，但是你会不会你们唱不唱闽南语歌曲的？唱啊唱啊 ，pop 里面不是都是西洋歌曲吗？没有没有，现在什么都要会，都要会，很多人点唱。哎呦，是的。那我们可不可以点你一首歌啊？可以啊，对不对？有没有人要点到后面啊？啊？好，哎呦，来玉芳来前面一下啊，你这个就对了。我跟你讲，哎呦。因为 pop 里面很少可以听得到 pop 版的狗路的玩梦。请问一下，pop 版歌星唱到一半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辣妹要跑出来？我赶快求救星。第一句是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第一句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第一句是什么啊？什么？你可以问我。你唱过吗？我唱过《狗肉玩梦》，很好听。对，请就问啊。请就问，无惨呢，惨惨阿伯啊。哦，你刚刚唱那个口气，听起来是请就问，无冰冷哎。
怎么会跑？波怎么会跑掉那么多音？种田，要有，本来唱歌就要有音阶高低啊。波产呢？唱歌要听我的，唱歌要有高低起伏。对，就是唱的跟很像。波产呢？哇！飞哥，我没有办法。哎，我可以唱另外一首，比这个再怂一点。哎呦，那也可以。还有更怂的吗？打扮着妖娇的模样，哎呦哎，袂人客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暗暗的霓虹灯，我咧闪闪闪闪，闪闪闪闪。有首好听的歌，是有一首西洋歌曲，他一唱起来的时候，那帕普里面为之疯狂啊，钞票都往上面丢，钞票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啊，你看看，但是呢，不是我唱西洋歌的时候，是一位大哥他要点一首台语歌，哎呦，然后刚开始呢，他拿2000块上来了，嗯，然后他要听，很够意思了，他要听加厚。我心里面想说，加厚这首歌，加厚加厚 ，get out 吧，哈哈哈你熊熊这样讲国语呀、啊，我们一下给他听不出来。哦，那不好意思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解释就好了。解释给他听。解释给大家，加厚就是 get out。不是，我真的那个大哥点你，你怎么办？其实我个性也比较。有点硬啊，我说，其实小费我不喜欢呢、啊，我不是太喜欢拿小费，尤其其实是因为2000块太少了，哎呦，所以我就把2000算什么嘛？哎，对啊，就把2000块，2000块简直是侮辱我嘛，侮辱嘛，侮辱穆奇，哦，那家伙，所以我就说好，那2000块我收了，加厚我一定会唱，然后2000块就请当天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吃宵夜好了，哦，你就这样讲，结果对我就唱了，结果一唱完呢，我就但是在唱之前我说以后呢其实我要大家的是掌声而已给我掌声就好了然后如果真的要�拿钱的话呢以后要拿那个20张青色的上来20张青色的哎呦他们的满口价也在哎呦其实我是在开玩笑2万块其实在开玩笑后来唱完之后呢这位大哥就拿那个10张紫色的上来了紫色的哎呦2000块一张的是的哎呦哎呦我当场就嫩字了，不知如何是好。你就好好打量一下，我愿意为他牺牲吗？不是这个，哎呦，今天还有更好的歌在后面啊！好啊，好，做个整体的表演，给我们带来一连串的歌曲，好吧？两首歌变成一首主曲，两首变一首主曲，来欢迎，好，小虎的表演，耶耶。今天我要那个挑战美声唱法。马丹娜有一首很棒的歌叫做《Don't Cry for Me》，Argentina。马丹娜，哇塞 ，Argentina。Argentina。太难唱了，不要开玩笑。来。一直问。你是在唱日本歌是吧？一直马德莫。给你10秒钟。十秒钟到了，如果你不愿意表演，请就走出这个摄影棚。时间10秒钟。哦，戴佩妮既性感又精致的印度舞，魅力十足，美得会个连她的名字都熊熊给她忘记了。你真的很棒。谢谢谢谢，让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谢谢谢谢，大家要记住戴南翔老师呢，戴戴佩妮，戴佩妮，戴佩妮，我叫什么名字？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精彩内容马上就来。
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照亮我，也会拖着我，他也会把我这白炽的火要跳起来啊！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山脚，你在青山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我要休息吗？我是兵，我蛮可好的。不用了啦，邓姐。不是，您留着用啊。我是大哥呢。哦，大哥，哦你是徛在舞台顶唱歌，但是我是大哥，我能讲坦白啊。是，你好。我虽然结婚了，但是我跟我太太生活很不幸福。这个两万块呢，分成三次。分三次吃饭吗？还有其他的，什么？讲清楚，讲明白，啊，讲清楚。吃饭一次，喝咖啡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是什么？你看着办。今天的表演，大家说好不好看啊？好，谢谢小虎，谢谢。接下来介绍的是还戴佩妮小姐，戴佩妮 ，Hello， 飞哥，我一定要讲两句话。哎呦，对啊，戴佩妮是继我在马来西亚成名之后，出现的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创作歌手，哪里呢？创作的，所有都自己写了，开玩笑。谢谢，真的是，对不对？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没有吧？没有什么目的，因为她的男朋友是某巨星的儿子嘛，我是看报纸看到的，哎呦，而且今天就有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吗 ？Patience 那个啊 ，Jimmy 红，哎，叫好像 Jimmy 是对不对？这个报纸我们有看过吗？红通宝先生的，已经被发现了。齐贤跟我们是马来西亚同一船的，我们是同一船的。哎呀，这个机会啊，真的，对不对？对嘛，他就是洪金宝儿子 Jimmy 的女朋友，是吧？啊，你说的是搞错了啦！不要不承认了，就是搞错了。那吉米，你不能将错就错啊！你将错就错，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的事谁认啊？开玩笑的，要怪都怪你这马来西亚来的大哥。对对对对，哪壶不开提哪壶。没错没错。那接下来你们两位合唱一首，不是？那这边没有我的事，我先回去了。我也先回去了哈。对对对，这个其实是这个没关系，年轻人嘛，交朋友这个也是。哎，对呀。不过有的时候媒体会比较渲染一点啊。音乐上的朋友。对呀，飞哥一看就知道。对，飞哥好厉害。又没那么严重，因为我的绯闻对象也很多。真的。对呀，哇，这一路上来多少，对不对？对呀。我像我的所有绯闻，每一个都是真的了。那就不叫绯闻啦，飞哥。哦，那是假的。上次上我们节目是表演一个很难度很高的东西哦，就是现场来一个带动气氛 ，And I say hey， 对对对，哇，那个歌真的很棒，对不对？对对对，今天要不要来带动一下？不行，刚才小虎姐在，我想说这个再比下去就被比下去了，就有点逊，他那么厉害，趁他去上厕所的时候，不行，还是不要现场，不要害怕。大家看的东西不一样嘛，对呀，对对对，像我们看小虎姐，我们是闭着眼睛的。那像你，我们是一定是耳朵是听不到的呀，感觉不同啊。我们是开开玩笑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呢？今天呢比较不一样呢，为了这个综艺大哥大呢，我过去学了11年的舞蹈，但是当了歌手之后就没有再跳舞了，所以为了这次的节目呢，我去学了一个印度舞。哟，印度舞，你要换泳衣还是？没有，换印度装。
哇，那会不会要不要考虑一下？没什么看头。飞哥先休息一下。加油加油啊！来鼓励一下啊！来，谢谢。老师应该是我们本土的，对。但是你刚刚就觉得他好像他们就是印度人，哎呦，真的，对，而且好像要陪着公主巡葬的那种，不是不是，出游出游啊，而且他们都不好意思，都要戴面具，你知道？这个戴面具，哎，戴不了，戴面具，戴他戴戴是哎戴佩戴佩妮了。他刚刚的表演真的让我们目瞪口呆。哪里哪里？他是一位歌手，没错。是一开始的时候，起先还讲说，哎，你歌星真的很辛苦。对。可是看完他表演是另外一个感觉，没错。就说，哎呦，他可以有这种，他有这种才艺，我们不知道这样。对。你真的是有舞蹈基础。有一点舞蹈，但是四年没有跳，还是会紧张。所以为了大哥大，所以这次就赶紧的练一练。真的太感谢。我们是目瞪口呆啊！真的，那是艺术的另外一种层次了。而且印度我还真的有点研究，对，我他那个手弯上来的那个角度跟这个，哇，真的，因为印度我讲究的是手指的动作，对，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意思，眼神，还有眼神的这个漂流都是有意思。刚刚没讲，我又误会了，哎呦，因为他最后的时候我一看，哎，怎么有一个那个活鱼扇子，沙西米最后搬上来。其实我们今天呈现的不会不是纯印度，它有一点点综合。你真的很棒。谢谢谢谢，让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谢谢谢谢，大家要记住这个戴佩妮，戴佩妮小姐，哎，戴佩妮会更好，下次会更好。戴佩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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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把它记下来，记下来。这年纪大了记人家的名字，不是戴面具哦，对对对对，戴南翔老师呢，戴戴佩妮，戴佩妮，戴佩妮，戴佩妮。我叫什么名字？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那我先走了。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哎呦，哎呀，今天我们这个表演的时间是刚好已经够了，都非常精彩。所以我刚刚就跟玉芳讲说，啊，玉芳，那这一段就可以不，你今天这个礼拜又可以休息了。哎，就你猜他的表情是什么？啊，哦，真的。妈的，这什么艺人嘛，对不对？欢迎玉芳小姐。哎呀。哇塞，飞哥好，太让我失望。不是，因为我今天很紧张，哎，我今天要表演，然后我刚刚要来录影之前，我已经上了十次厕所了。哦，对，有的人紧张的话就会一直想小便。对呀，好紧张，我现在就很想去。啊，真的吗？可以去吗？那你们大家在这边撑一下，我带他去。这像话吗？这是真的，因为今天我要那个挑战美声唱法。不会吧？
其实也不是太困难了，我只是小小练习了一下而已。我晓得，反正就是听海嘛。不是，有啊，我现在很进阶喽。哎呦，进阶了，嗯 ，upgrade 哦。对，没有。我现在要唱的是那个马丹娜的歌曲。马丹娜有一首很棒的歌叫做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马丹妮娜，不是 Don't Cry For Me, 巴基斯坦。这个阿甘尼娜。巴基斯坦，对，哇塞 ，Argentina， Argentina，、这个、太难唱了，不要开玩笑。来 ，solo， Don't cry for me, Pakistan。好。不，他是希望你换这一首看好不好？你就给他试试看，好了，哦，来。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你是在唱日本歌是吧？いつまでも，真是要了命了。过去边哦。我跟你说，我今天就跟您呛虾了。呛虾呀？呛虾就是呛声。呛虾挺好吃的。您听过这个？啊？人家是专业，我唱歌是漂嫖的。什么叫漂白？漂漂学的。哦。什么叫漂白的？漂学？您刚刚是讲叫？漂嫖，我们那个行话叫嫖。有错吗？我真的，这话我们那是怎么用词的呀？这话离海边很近了。蒙古姑娘图梦第一次上节目，先送飞哥见面礼。干嘛那么客气？还带着化妆包给我，这是粉扑对不对？我们游的是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先谈蒙古。你刚刚问我什么？没什么时间。不是，我是说都被吴启贤用掉了。那你把他的剪掉不就成了吧？接下来是讲你把我剪掉，我老婆怎么办？跟他太太怎么回事？他太太就指望着他过日子啊。我的意思剪掉，但是你钱还是照给他。这是什么？那个叫做，那是叫割包皮，那是不一样。超美的天选竟然个个有个怪怪的中文名字。大家好，我是 John。 Hello， 约翰。走路先生。走路先生。好，大家好，大家就叫我雷门吧。哎，雷门。雷门八先生。雷门八。雷门八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Andy， 我跟你讲，最近啊，你的那个光碟啊，我真的看到了安迪啊，不是我。精彩内容马上就来。综艺大哥大，你的发音啊，
你连国语都不一定弄得好，那你这个发音发成了一只王的逼。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一个是变魔术，一个是唱歌，你到底选哪一个？只给你十秒钟，十秒钟到了，如果你不愿意表演，请就走出这个摄影棚。时间十秒钟。我一边唱歌一边变魔术。那可以，来，请上道具。还外带气功。吸住了呢，还可以倒水，加重它的重量。可是仍然吸在手上哦。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水再倒出来。To do is look at me. That every word is true. 你刚刚是唱哪一段啊？这是第一个魔术。哎呦，还有魔术。还有第二个魔术。哎呦，好。第二个魔术。需要飞哥来帮忙。飞哥来帮忙。现在呢，有三个魔术。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很难的事，只要你开口，我一定帮忙。录完音以后，你再报答我。我的家在。那个唱歌就唱到这里，你还要继续。那个第二招，哎，第二招，那个飞哥，你随便选一个碗，把这个球放在碗里面，然后我看不见，但是我可以知道，我可以透视，我可以感应你放在哪一个碗。我不爱相信。来一摆。哎。好。好，可以转过来。让我感应一下，嗨！哎呦，直接个 keep 了，哎呀！是不是第几天都在？你那不是过来几拜？过来几拜，好不好？同学不能讲啊。Margaret， 来，第二个例子，随便放在哪一个里面 ，OK？好，可以转过来。好，哎，我都没有想到的。屏气凝神，气贯丹田。哎呦！哎呦！都是我的错。哎呦！哎呦！哎呦！我不相信他这么厉害，再来一次。怎么会那么厉害？再来一次。不相信，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你来试试看。我闭上眼睛。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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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没有。
迪家，无敌家，哎呦，无敌家，绝对无敌，哎呦，哇，你无多爱家。哇，这个是根本就是，哎呦，这厉害了，哎呦，美，哎呀，这是观世音，哎呀，厉害厉害，哇，太厉害了，请叫我观世音菩萨在世，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哎呦，见鬼了，那其实是那个满街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的骗术，刚刚两弄你们都没有觉得为什么我会猜这个吗？这个啊，嗯，神功透视，因为前面有人告诉你嘛，没有啊，我都没有看到前面有人哦。没有，这个关系最大的呢，就是在他的助手。对 ，key point 在这里，就是看我。因为有时候人家会注意到助手的脸啊、手啊，可是看他刚刚脸跟手都没有反应，没有任何表情，对，没有任何指示。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在转过来的时候呢，他可以看我的脚。啊，我如果比这边就是那一边，比那一边就是这一边。哎呦，他这样就是中间了。对。可是刚才那个都没有，那个就绝了。巫启贤身上那个呢？那个就表示我们两个背力很好。啊，真的，那是用眼睛的，大概。没有，他整个转过来了，我就知道不在了。还要破解第一个。哎，为什么会吸住呢？哎，怎么吸住的？嗯，没东西啊。对呀。哎，怎么吸住的？怎么吸住？事实上，就是那个很多地方啊，就是他们会用这个透明的胶带。所以他一定要选这种花花的脸盆，大家都会欺骗你说这是一个有灵气的脸盆，结果里面是啊，其实是有密门的，所以大家看到有灵气的脸盆跟我八字很合，就撑住了，就撑住了。哦，今天原来玉芳是带来魔术的破解啊，是的，这个也不错，好，谢谢玉芳，谢谢。哎呦，接下来到了吴启贤先生，我们欢迎他，欢迎，谢谢。干什么？干什么？洪锵为什么会弹到我连我自己的歌都接不上去？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就表示说呢，这个心虚嘛。没有，我哪有心虚的？这个别的事情我会心虚。平原，你帮我讲讲话。这样子哈，其实你刚刚这样子呢，玉芳是最高兴的。你要不要跟我下学期跟我做同一组？我从来没看你这么快乐过。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叫长调，对不对？你这个不讲，我们不懂。OK， 我告诉你啊，就是坏掉、烂掉、臭掉。你听我说可以吗？你不要说话，你可以动 ，OK？ OK， 这个理解 OK？ 好，站好。就是那个碰我啊。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样是很礼貌的，就是。哦，那您早说。精彩内容马上就来。接下来到了吴启贤先生，我们欢迎他，欢迎，谢谢。守住你的城。哎呦，花钱怎么改？干什么？洪锵为什么会弹到我连我自己的歌都接不上去？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就表示说呢。这个心虚嘛，没有，我哪有心虚的？记者，别的事情我会心虚。平原，你帮我讲讲话。这样子哈，其实你刚刚这样子呢，玉芳是最高兴的。你要不要跟我下学期跟我做同一组？我从来没看你这么快乐过。下学期你们跟玛格丽特，你们三个人一组了啊，好不好？叫做放牛班，哎，刚刚那个怎么唱的可惜，那我就唱吧，好不好？好，哦，守住你的承诺太少，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少，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追过的心去角对着漫漫空虚回忆怎么逃，谢谢。想到这么久没看到他还能唱得这么好，不容易。哎呦，你说什么？不是，因为气会短，会短。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气会变短。会哦，真的吗？非常谢谢巫启贤先生。哎，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来自蒙古的啊。哎，飞哥，哎，怎么唱完就要我走了？
刚刚你不是前面一直出来已经很多次，又没有，不是，不是在房间，前面出来是你要我出来，这次出来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哦，你是这一部分你觉得比较重要的？当然了，这是我的时间，物起闲时间嘛。哎，我讲一下，起码要跟上个礼拜 B 哥差不多嘛。哦，阿 B， 哦，对，哦，对，你也破产了是吧？喂，那人家 B 哥是因为他最近处境有一点困难。我们讲，像你现在活得好好的，对不对？是，他唱歌是为了还债，我唱歌是为了兴趣。哦，是不一样，是不一样，可以这样子讲吗？哎，那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待遇？不是，今天我来啊，来到这里，每次来都唱我自己的歌，唱一些国语歌。是，但是我今天很想好好的唱一首西洋歌曲。那你要什么样的待遇呢？哎，像阿 B 哥那样，那种形态，大家老朋友又冲着我是他女儿的干爹，没错，干爹把吉他背一下。哎，你说，那你有没有带吉他来？有，来背一下，背一下。哎，没错，怎么样？规格提高了，当然感觉不一样，马上就觉得好，你很像阿 B 啊，对不对？我才不要像呢。拿出你的专长，你最欣赏的是什么？其实我今天想介绍一些哈，这个英文的老歌。哎，因为60年代的老歌，像披头士的歌曲，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没听过。哎呀，可惜了，他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伟大。随便哼一句都有。讲那个，你给我一个 call 了，我看好不好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有合音啊 ！Remember. 哎，不是，你要合音，你不能。不是，我们唱这么美，你不能变成蒙古在骑马。因为讲 Beat 的时候，你讲的好像跟你很懂这样，我就看你能唱多久。你要唱什么啦？我要唱一首 Beatles 轻快的歌曲，因为以前在 party 的时候啊，大家都听 Beatles 歌曲跳舞，好，好不好？叫做你就弹，我们就跟了，好吧？这个中文歌名叫做《我要牵着你的手》。哎呀，那我知道了，来，彭康来，好。怎么样嘛？太好听了。那您呢？我，我哥多得很。哎呦，对不对？你哥哥有几个嘛？他多了哥哥，有几个哥哥嘛？这样子，我也会寄养啊，对不对？哎呦，哎，像其实我比较喜欢唱的，像也是乐团的，像那个 Eagles 的有没有 ？Eagles， Eagles， Eagles， Eagles 还是两个字？赶紧把拜托的公姐看，你什么不好意？你是 Eagles。Eagles 的歌好听，对呀 ，Eagles 好听。来，你来个前奏，我们就跟了。哪一首 ？Hotel California， 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啊！Stop for the night. We come to the hotel.
呀，鼓励一下。哎，没想到我们刚刚一算呢，结果鹿港小镇可以接，哎，这个歌就有播出的价值了。对对对对，在毕竟在台湾嘛。对，这首歌是 Eagles 抄鹿港小镇的。哎呦，所以罗大佑先生还是有他的这个他存在的价值，存在的价值，真的好。非常好，今天启贤帮我们带回了很多过去的时光，很多经典的歌曲啊，非常谢谢吴启贤，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接下来还有一位的特别来宾，哎，是的，这一次很难得啊，我们请到这位很有这个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一位美女来我们节目了，嗯嗯，涂梦小姐，欢迎她，好。哎呦。你好，三杯肉，三杯肉，三杯弄，三杯弄，嗨，是什么意思啊？您好的意思。哎呦，这是真的蒙古的语言哦。是啊。三杯弄。是三杯弄。三杯弄。哦，你刚刚唱的歌，我本来想说，哇，你这个 key 可能起的不对了。哦。没想到到后面你还可以这样拉高上去啊。嗯。你真有一套耶。还有好几套。真的是啊，不止这一套啊，很多啊。听说那个您是道地的蒙古姑娘，是的。其实我们蒙古人很热情，对不对？其实一见面，其实我应该要哈达给你，然后我的礼物先给你，然后我们再来聊天的。是应该这样。对呀，可是刚刚被你弄得我已经乱了。我说顺序不对了。对呀，怪怪的，对不对？您是不是？对，我去拿，你等我一下，马上回来。我的快马。走，跑步 ，OK。快马脚边，背着快马跑步啊！噔噔噔噔！哎呦，这么快回来了，带着化妆包给我，你这是粉扑对不对？反正你喜欢这么用，怎么用就怎么用呗。那我看以我来讲，您这个诚意，我都好好使用它。哇，它是蒙古包的形状，我去刻一个私章。好，不是，我告诉你，蒙古包的形状是这样的，对不对？好不好看？可爱吧？蒙古可爱。蒙古人的心目中，蒙古包它是我们的居住的地方，哎，很尊敬的耶。哦，怎么可以？是这样的，还有是人在住的地方。黑妹，黑妹。你还讲广东话了？系啊。哎，系蒙古人。回来，不敢讲下去了哈。我只会这几句而已。但是我们不要再往下走了。我们还是谈蒙古好了。蒙古。对对对，因为我们游的是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先谈蒙古。你刚刚问我什么？没什么时间。不是，我是说都被吴启贤用掉了。他们不想这时间。那他是怎么回事？到7:40是一定结束。那你把他的剪掉不就成了吧？他认为现在把他的剪掉，啊，接下来是讲你把我剪掉，我老婆怎么办？什么意思？你把他给剪掉，那他太太怎么办？那这是他是这样。那他太太怎么回事？他太太就指望着他过日子啊，他来这里表演才会有钱赚。你别想歪喽，你把他剪了。节目播出来没有他，我的意思剪掉，但是你钱还是照给他。这是话，那个叫做，那是叫割包皮，那是不一样。不懂啊！你明年就跟夏老师坐隔壁啊！你们两个说话，我真是。你老欺负我们呢，你是不是说话老拐弯的？没有，我们就是这个弄不到一块儿。不是你没听懂他的话，他没有错，他只说你不要把他，你剪掉归剪掉，然后钱照给人家，你不要小气不给人家钱，他没有错的。我也是这意思啊。那你后面，那你干嘛跑掉啊？我们继续工作啊。继续工作。话题要回来了，回来了啦。哎哎。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吧？您长得很漂亮，谢谢。听说你歌唱得很好，还好，哪有你好？因为他们小时候，他是听说是五六岁就要赶羊，对，在大草原上面有狼会出现，对，他的歌喉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因为他要一直唱，他一不唱，狼就来吃羊了，那一唱就表示有人。狼就不敢来，对啊，不敢来。所以妈妈就规定说，你一出门一定要有声音啊。哦。然后其实第一个把那个狼赶走以外，其实妈妈也可以知道说我很安全。啊，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其实羊妹妹她听得懂，然后她也可以感受到主人在，然后她很安心的吃草。了解了吗？了解了。好。接下来就是这一段是在小时候我妈妈教我的一首长调，你知道什么是长调吗？长调，嗯，好，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叫长调，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不讲，我们不懂。OK， 我告诉你啊，就是坏调、烂调、臭调。你听我说可以吗？对对对。不，你可以动，你不要说话，你可以动 ，OK？ 对不起 ，OK？ 好，正好，这是你碰我是吧？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样是很礼貌的，就是。哦，那您早说。你不一样，妈，我今天不回家了啊！别等我，别等我啊！哎，钥匙放到门口哈。刚刚认识一个新的马子。我不是马。哎呦，我是人。你是骑在马上的，听说你马上功夫好。我是马背上的儿女。对啊，刚刚讲了长调。对，那个再唱一首，我们听听看就了了，好不好啊？所以我带一首。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哦哟，不是啦，蒙古的长调。别客气啊，谢谢。我觉得他是很特殊的唱法，然后中间那个一个音拉出来，中间还会好像经过了一颗石头啊，这样哒这样，哎呦，真的好听。他那叫我们专业叫抖音，对，抖音，对，抖音。所以他的抖音在草原上用来的话，真的是穿透，很穿透，穿透，非常穿透。对，看懂的人就是好。我像你刚刚一唱的时候，我的感觉你会觉得他音量不够，可是不是这样。它的频率穿透的很远，对对对，是，这个你们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这个厉害，就等于是你看到蝙蝠，嗯，还有海里面的鲸鱼，它可以跟几千里以外的鱼讲话，哦，它是低频跟高频，哦，你们的声音是可以破风啊，哎呀，逆着风来吧，嗯，逆着风你可以用声音传出去，哦，可以。逆风，逆风可以。哎，然后十几里以外的妈妈就听到你啊，对对对对，被坏人带走了。所以现在我妈已经听到了。妈妈已经现在在蒙古，妈妈在蒙古嘛。待会儿就进棚了。刚刚已经听到了。对啊。哎，你刚不打电话给你妈吗？我也打一个电话给我妈。哎，那我先借你，跟你妈会说什么？你讲的，我讲的不一样啊。如果你跟妈说话，哎，你妈打电话了。喂，侬，A九。
给你母亲拜个，这样，拜拜。伯母啊，这是伯母在吗？不是，不是我嘞，那是母亲。你这是霸王的，不是？不是吧，我爱他。好了，希望你常常到我们节目，因为蒙古这种草原的情歌啊，太多好听的歌曲了，很高兴认识你，好吧？谢谢，谢谢，掌声给我们屠木鼓励一下。对，我开一个旗袍网站。对，这个。对，你要不要做一家呀？我。您穿一定很。我穿旗袍，应该是叫寿衣嘛？你这个女生就是没安好心呀。最近如果有人上网，同学们都知道，像我们玉芳她也上去了。哦，玉芳啊，她有一颗20年前剪下来的指甲，她一直留着，就说有没有人要跟我换。有一个人出现，她有一个20年以前剪下来的，她说半斤的脚皮啊。玉芳有没有这个事？你老实讲，有没有这个事情？她每累积到6斤的时候，她就磨成粉，跟养乐多搅和了以后，先涂脸，还有瘦身，先涂脸，剩下半杯喝了。哇，他意思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精彩内容马上就来，综艺大哥大，哎呦 ，Tension， Tension，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我跟你讲，你们几位真的最近已经是我们演艺圈的传奇的人物啊！真的真的，各媒体呀、什么电视都常常看到他们几个人。他们那个青春的这个朝气跟活力，已经感染到我们这个华人的青少年朋友。对对对对，形象端正啊，活泼可爱。每个人。可爱你不愿意，肯定我实在没办法用很帅来形容你们。对呀，你们其实没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味道。没错嘛。但是有一个团体一出来了，常常我们就忽略了他们个人叫什么名字。对对对对对。你像其他团体，我到现在都只知道说啊，他叫阿信合唱团，那是什么我都不晓得。什么信乐团吗？太多名字。对对，您是。Hello， 大家好，我是 Brian。好，鼓励一下 ，Brian。布莱恩，对，你这个就对，我来解释，布莱恩要补一下，对，对对对。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詹美，Jimmy 不是詹美吗？你是屏东人还是马来西亚人呀？詹吉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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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三位，大家好，我是 John， Hello， 约翰。大家都记住了，好的，不要忘记走路先生，走路先生，走路变跑路不对不对，约翰，好，大家好，大家就叫我雷门吧，雷门，雷门巴先生，雷门巴，雷门巴你好，雷门，你这个名字我们就不太好翻了，叫我雷蒙巴，这是5个字，对对对对，哇，这个麻烦了啊，最后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Andy， 最近啊，你的那个光碟，我真的看到了 Andy 啊，不是我，不听一听他们的和声呢，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做完美，当代合唱团里面最完美无缺的和声团体，这样子吗？真的，好不好？我们来试第一首歌，第一首歌叫。其实我们今天有准备两首歌了，两首，很有名的老歌。第一首就是玫瑰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哇，这个歌是最难合音的，因为你如果说和曼的歌 Put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那个拉长好合，这个是快的，怎么合就看功力了，好不好？掌声鼓励一下，好，来，One and a two and a three and a four， 玫瑰圣洁的
脚大地，新的誓约，新的情谊，圣洁的光辉照大地。玫瑰，玫瑰，我爱你。哎呦！发现他的穿透力不是开玩笑的。哎啊，哎，金宝啊，哎，来的话跟你讲，呦呦，你听到了啊？哎，你儿子唱的真不错。好，好，我会照顾他们。哎，天天吃蚵仔煎的。哎，他们的特色是五个人都是在外国长大。没错。对。但中间有一位韩国人是谁啊？这是中间那位，对这个中间的，中间这位最小眼睛的我是我。那他怎么会讲国语的？就奇怪了。哎，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哎，반갑습니다，반갑습니다，감사합니다，안녕하세요，아나름대로사랑합니다，나름사랑해요，他刚刚说抛开我，哎，真的，对啊，我以为是他讲的，真的吗？哎，对对，我都是靠这个呢才结婚的，以前我呢娶了一个韩国老婆就是。나름대로사랑합니다哦，哎，标准，很标准，你看，啊，今天难得来我们节目，我们一定要再要求再听一首，一定要的，哎，给我们准备什么歌？是要不要一起唱？你们唱全音吧，我们真的吗？对对对，可以吗？有，那我们要跟他们穿插在中间，那一定要的，比较爽啊，对对对，不然人家还是听出来，我们穿插一下，穿插一下，插一下，哎，插一下，中间插一个，一个插一个，一个插一个，真的，你要起个 key 吗？飞哥，那我起 key 啊，你起，我们随便唱。取名叫《夜来香》，我找这个歌。好好好，那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轻唱，月下的花儿多如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闻着夜来香，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啊，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量，夜来香，夜来香。
OK， 可以吗 ？My name is Philip。我也要有英文名字。Philip， 中文怎么翻？中文名字啊，菲利普。菲利普。哎呦，非常谢谢我们几位啊！来，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我跟你说，我今天就跟您呛虾了。呛虾呀？呛虾就是呛声。呛虾挺好吃的。啊？精彩内容马上就来。综艺大哥大。接下来呢，到了我们夏玉老师了，欢迎他。哦。这个先生，哎呦，我一看到您，我就想着这个大丈夫言而无信，就不好意思。本来我是说要送您一罐中药。哦，对，刚才那个您身边那个，突然忘记了，你哥跟我说了，然后是他说忘了带来了。对，它是一种这个中药。嗯，那您喝了它以后，排毒的是？排毒拔除肝火，哎，那是祖传的秘方。您觉得我是肝火旺还是肺火旺？肝，哎，肺跟肝的。肺的话是被你气的呀。哦，肺是被气的。哎呦，我看您这也不是肝火的，也不是被气的。那什么？您这是有点阴阳失调，这是。哎，哦。我很正常，我倒觉得你不正常。开玩笑。你一会儿阴一会儿阳。咱们名人面前不讲假话。我不是单身吗？您也小孤独处，您这痘子发在脸上，我痘发在大腿这附近，我是讲真的。你怎么恶心？有的人青春痘长在这儿，对吧？有吗？有长在肩膀啦，有的在肩膀都有。那你是因为见不得人喽？通常一般人见不到，不是我。我不是见不得人啊，是他长在大腿这附近，也就是咱们本土讲的海边附近。哎，海边该逼。哎，真的是真的。海边台语直接翻译就是叫属西部位，属西的部位。这边叫海呀。该是啊，你们挺会形容的，形容那么美，那怎么可能那么美呢？中国的文学之美，对不对？对不对？总不能讲说是你编的，对不对？他瞎编的，不是真的吗？海边，那脚趾头叫什么呀？哎，这边叫腮边，这一样，这不用你叫。腮边，我们也叫腮边啊。海边还有什么边？靠边。靠边的话，这个地方叫靠腰。靠腰啊。哎，是吗？是。那骗人。那你又在耍我。那这样，那后面这边不就靠背？靠背啊，不对吗？靠腰，靠背，靠腰，哎，靠背。玉芳，您这是算是什么文化交流啊？不是。是啊，是啊。骗我。哎，我们刚刚讲到哪了？不是，如果说这儿靠腰倒挺合理的。对啊。可是靠腰在我们这边，如果用变成翻成台语就怪怪的了。为什么？就是说那个人天天肚子饿，在那边哭。哭他的肚子饿，叫靠叫做哭饿，哭饿，哎，叫台语叫靠腰啊，哎，真的叫靠腰，真的假的？对，差这么多。那个人站没站相，就一天到晚靠着那个背，靠着叫做哭爸，哎，他不叫靠背，真的，哭爸叫靠背，真的假的？真的。没想到就这么两句，怎么会差这么多呀？这么通俗的话，大家可以笑成这样的。对呀，这观众也太好应付了。那有没有哭妈呢？啊！没有，对不起，对不起。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句话是很有国际性的一种语言之美，就是说一个人形容一个人，他不是很勤快，七早八早呢，就靠着腰或者靠着背。那英文呢就翻译成 Saturday morning, eight morning, cry father, cry mother, 七炸八炸靠背靠哎不是，什么意思啊？
你又在胡编什么？你是不是在说不好听的话了？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是你引起的。我引起的？跟我无关。我们是说到我们的生理失调。我跟你讲，上网去找个朋友。上网找朋友？你不是最近有上网吗？网页里面还对我我没上去，我只是开一个网站。你还爬到网页里面？是您开网？不是我，我开一个旗袍网站。对，这个很棒。我相信您的网站在你推出以后将会引起一阵旗袍风。是啊，这是非常好。您要不要做一家啊？你做我？您穿一定很。我穿旗袍。应该是叫兽医嘛？你这个女生就是没安好心的，你还记得？这个男的穿旗袍，那不是兽医吗？对啊，那这是不是？不见得，你可以穿大褂啊，还加大褂？大褂啊！您在割点纸钱什么的？不对，割纸钱不够，要割元宝。还要放元宝？对呀。哎呦，那会那嘴里还得含个铜钱。含那哎呦。人家来盗墓啊！来来，你可得帮我守住。我帮你守着了，关我什么事？守活寡。这个人，您看看，您看这个。你这才扯哪儿去了嘛？是。哎，说到上一会儿，哎，那喂，讲到这个网站，有的人，你愿不愿意交换呢？交换？拿什么东西交换？因为您晓得，这个网页它最主要是方便。是啊。有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刺激，另外一种跳蚤市场。哦，跳蚤市场，我知道。所以他不一定要买啊，你愿不愿意跟我交换什么东西？你也上网了？我上啊。那你交换什么东西？可以啊，我们再交换，没问题。我那个网，因为它是属于那个16寸的，上去很难上哎。不是，爬半天了。不是，你也开了网上，你要弄什么衣裳呢？我想跟您换一点东西啊什么的。对对对。哦，我有一条四角裤啊，上面还有。那个铜钱牌面粉袋的字样，那我跟您换一换古董。古董啊？嗯，古董有四角裤吗？有，我们以前都穿四角裤嘛。你穿呐？我要你的干嘛？那所以我要你的旗袍干嘛？就算咱俩的定情之物，怎么样？好，恭喜了。还有。重点不是两个人，这东西都要穿过的啊！我不卖穿过的啊！你是卖新的？新的？奇怪，哪有人卖旧的？你有毛病，你思想有问题。最近如果有人上网，同学们都知道，像我们玉芳他也上去了啊。玉芳啊，他有一颗十年前是吧？十年前剪的指甲，20年前剪下来的指甲，他一直留着，就说有没有人要跟我换？有一个人出现了，他有一个。20年以前剪下来的，他说半斤的脚皮呀、啊。玉芳，有没有这个事？你老实讲，有没有这个事情？后来还换成功了是吗？那个人说，他说我的脚皮是每个礼拜都要拿出来洗一次。因为说我的指甲全部都是洗过澡之后才剪的，干净嘛。他说他的脚皮都是每天洗过澡之后才剪的。不是玉芳，你为什么要留指甲？你不是你剪掉丰富的钙质哎，你吃啊！身体仿佛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你都丢了。他每累积到6斤的时候，他就磨成粉，然后跟养乐多缴获了以后，先涂脸，还有瘦身，先涂脸。剩下半杯喝了，还有是不是？哎，拍卖交换东西还只是小 case， 接下来要爆料的还是 hit 级的质量内容哦，马上回来。综艺大哥大，我跟你说，以前还有一个人啊，就是。圈内很有名的一个男主持人啊，他去洗三温暖，请那个上海师傅帮他刮脚皮，他是收着用卫生纸收着，走出这个三温暖外面，倪敏然刚好走过来了，他就说：“哎呦，大哥，你手上那什么东西啊？”这位大哥就跟他说了，他说：“哦，因为我太太是那个韩国人，他从韩国带来的珍贵的人参皮。”哎呦，倪大哥说：“那可以给我吃一点？”“可以可以，拿多少都可以吃，没吃。”哎呦。高丽人参果然是不一样，特好吃哎！是整包可以让我带回去吗？这位大哥就让他整包带回去吃了。真的假的？你过来问问呐，我要去问问他。你知道那个大哥是谁吗？你
你刚才不说泥哥吗？不，我是说那个刮脚皮那个大哥是谁？那位大哥，你说成泥大哥。我就知道这种缺德事除了他没别人。你老实说，那个脚皮可就是你的。没有，我是要用那个脚皮啊，上网去换有一个人他的洗澡水那个真的那个克里斯汀。哎，你什么怪毛病啊？不是，那是流行啊。你离我远点吧，真恶心。我跟你讲，那洗澡水它是用这个一般的宝特瓶矿泉水，然后他洗完澡以后就噗噗噗噗噗，然后接满以后啊，接满以后要摇一摇，里面要有法菜的我才要法菜。我今天怎么都快讲不下去了？不是，你怎么那么恶心呢？可是我说的，可以大家鉴定，真的网站上真的是这样。克里斯汀那个歌星很有名，有没有人要换我的洗澡水？哎呦哇，全美国引起轰动，真的换洗澡水。真有这种人，我怎么那么怪呀？真的，如果里面真的有法菜，那算是中乐透。可是洗澡水，洗澡水泡发菜能吃吗？你这个。不是吃，他那个是这样，就装好以后，然后大概摆在祖宗牌位，不是，应该是摆在化妆台前面，然后讲那个男生刮胡子，看一看，克里斯汀的洗澡水他满足了，是吗？你有这毛病？我没有呢，我怎么会摆着我就喝了我了？哎呦，天哪，你不会想吐吗？今天怎么搞的？我越讲越奇怪。我觉得你就是本身这人就有点怪。他也不是他。哎呀，你看我是不是有怀孕的现象？所以我说你二姨子哪里去了？上个礼拜我们两个唱那歌是。哎呦，报纸上还特别登呢，九九重阳。九九艳阳。你今天怎么了？九九艳阳。艳阳天呢？说您的歌声是忒好听了，特好听，真的真的。那天我也没想到您能把那个歌能唱得出，我真的这是我出乎意料的，你知道吧？虽然一直觉得你这人不正常，可是那天算正常一回，真的。我跟你说，我今天就给您呛瞎了。呛瞎呀？呛瞎就是呛声。呛虾挺好吃的。你应该知道嘛，呛虾你们家乡也有，我没说错嘛。呛哦，呛蟹也好吃哈，呛蟹，呛蛤蟆，呛蛤蟆，你会不知道吗？你是听成呛虾呢，听成了呛蟹，呛蟹是上海很有名的那道。呛蛤也有呛虾呀，虾也有啊。呛虾用高粱酒一弄的。我们讲的是台语，呛虾就是要跟您出招了。出招？我以为你要请我吃呛虾。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高山上那个点灯呀，西山上那个明。哎，好听，没听过这个。哎，后面的歌词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会。您这歌您不会啊？这歌我不会，我真的不会。哎呦，那哎，你们家那人会？哎，那个、哎、你怎么非要把场子弄冷了才出来？不是不是、啊，我看你有多冷啊，我看你能熬多久吧。什么呛虾呛蟹，我看你能熬多久。我先终于要出来。你敢跟他唱民谣，给老师调教调教。我又不灵的，人家是专业，我唱歌是漂勺的。没关系，你唱到我请你呛虾。漂白的，什么叫漂白？漂学的。哦，什么叫漂白的？漂学，你刚刚是讲叫漂勺，我们那个行话叫勺。又不对了吗？读不下去了啦。不要，你干嘛？你今天干嘛抓我？夏老师，这样，您今天给我们来一首歌，咱们在后面小一小啊，小小。怎么了？这话有错吗？我真的，这话我们那是怎么用词啊？对呀，这话离海边很近了。离海边？对，哎，没事没事。夏老师，你就好好的唱，让大家小一下，好不好？好，哎，你不是要跟我呛小怎么啦？没事，学一下。你在干嘛？玩什么呢？怎么那样跟我？是因为欲罢不能。是。其实是跟您合唱是我的荣幸。我们今天好好听一下，夏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一首很好听的小调。好，掌声鼓励一下。月亮走，我也走。谢谢。
那一股的那个脆，哎呀，那个声音呢，好像喉咙里面就有一个竹片在这里面。您别捧得捧得高，我摔得很。好听，真的真的啊，真的、哎、太棒了。这首歌太难了，我觉得说真的是要有独特的那个嗓子，那个声音啊，共鸣不知道是从哪边来的，好像是脑浆共鸣是吧？还是什么叫脑浆？有的人共鸣是哦哦哦，有的人是、啊、鼻腔共鸣和脑后音的共鸣。哦，脑后音，没有脑浆的。有脑浆，你没脑浆就死了。哎，姑娘，您就好好考量一下，就是我那四角裤，您要的话，好吧？您爱给谁给谁，你自个儿留着。我的网页，好不好？Triple W 点歌点红点红点打火。Triple W 点歌点推啊？什么？点回条啊？好，给我们夏老师鼓励鼓励，谢谢。各位观众，您的欣赏啊！今天同学们下课啦！